Người ngồi đó đẹp từ trên đến trán, tóc tơ vàng và mắt biếc đại dương. Là nam rồng môi chín mộng hồng, lời ngọt liềm từng ngón đàn tha thiết. Ôi trời, bên này mình cho mấy anh tay tùng.奇怪，我就上面都不一样，来这边的话每一次都被你们带动不一样。真的果然污染了。哎，不是，哎呀，对不起，我中文乱七八糟，我一说你们很会夹死人。一夹就死了。半死了，还好了，赶快跑，不然死在这里。跟你们真的很危险，早晚会死。如果现在不死，老了就会死。谁？不是啊。哎，看起来像，不是。你们修行怎么越来越像了？我认不出来谁是谁。啊？大家都胖胖圆圆的。差不多了，打坐的时候更像。大家同一体的。啊，连我也跟你们同在了。好了，知道怎么做了哈。嗯，我今天看报纸呢，有一个美国报纸专门讲闲话那些。看到一些奇怪的故事啊，他说那个刚才我们昨天有看到同讲那个有没有说那个也不是同讲了，他告诉我那个本书啊，他有空嘛，他每天可以当哲学家了。有时候他去接师傅嘛，就乱聊天了，说有看到那个，我说我有说过嘛，我说我们做这些方面都会污染了，就这样，就是他那个科学证明出来而已啊。嗯，师傅已经早就知道了啊，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呢、啊。你们的师傅，啊，我也很羡慕你们，怎么抓到一个这么好的师傅？我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师傅多好呢！哎，结果命不好，我是专门当那种师傅。OK， 那今天看那个闲话那种报纸，他们叫 Boulevard Newspaper， 啊，意思说那种买菜的报纸啦。你顺便买菜，一边买菜一边看，你懂不懂？没什么很重要的，那个让你要专心的。他就讲那个跟我们那个类似，昨天讲一样，那种污染的情况。像他说啊，他说奇怪那个。懊恼的那种气氛也会影响到我们呢、啊。他说有一种细菌就叫懊恼细菌。我以前认为只有一种火就叫懊恼火，现在那么他们发现了有懊恼的细菌呢，奇怪。哎呀，他说如果我们坐在那个懊恼的人旁边呢，那个细菌也会跑过来。那空气的时候，然后我们回家就懊恼了，不晓得为什么。也许当场马上就懊恼了，那看那个细菌多少，而且多强、嗯、有一种是叫马上懊恼，马上懊恼的细菌，有一种是叫慢性病的细菌、嗯、有一些就叫即刻懊恼细菌啊，那跟马上差不多，也许是牛上，有一些是牛上懊恼，意思说慢了一点，像牛一样就比较慢，马的就比较快，嗯。有一种说马上牛相，哎呀慢相，啊，什么相都不好就对了。所以你们看到什么人懊恼的人啊，请勿靠近 ，OK， 戴口罩，装手套。哎，开玩笑，不要这样，人家认为你们搞派系。我意思说，他们这样这么说的，他说懊恼的那种细菌啊，会影响我们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无缘无故去哪里看到什么人回去就心情不好，或是靠近某些人马上就想去死呀。
最小省去苗栗打坐就对了。那意思说，丈夫太太不像想看的啊，什么都不想看。那个，比如说那个时候你们重病了，啊，中暑了，那赶快回去洗澡啊，多喝一点水啊，啊，赶快念五七打坐做观音 ，OK。真的，他就这样讲啊，他说要避免那些人啊，能免就免啊，不要碰他呢。他们这样讲，不要碰他，不要靠近他。你看师父讲都对了，我没有看到这个。好好好好。哎，我还没看到这个。这个什么报纸，那晚报道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啊，不给人家摸呢，不给人家看眼睛啊，看不久也不喝了，有讲过吗？有。你看你们师父多好，我讲过了。他说碰到那些人了马上去洗手，哎，那么极端了。如果我讲啊，啊，你们的丈夫太太会说，哎呀，你们师父怎么那么极端，连碰也不能碰。那报纸有讲了，我会把那个印出来给你们看啊。对的，这样比较好，有黑有白的，黑白印出来，这样大家会比较相信。不然师父讲什么你们说，哎呀，师父他都说什么的啊，我从来没听过了。科学证明，没有，不能证明。有一些事情真的科学有证明过了，像师父说共业哈，有没有啊？现在那本书啊，我叫再拿出来印给大家看，然后顺便再印那本报道。师父刚才讲那个，你们就知道我讲什么，确实还没证明啊，是很对的。那奇怪，怎么那么有智慧的一个人呢？哎呀，赞叹不完啊！因为没人赞叹我自己，只好赞叹自己了。你们都不会赞叹人嘛，啊，坐在那边拍手而已。这样你觉得对我值够用吗？啊，拍手算什么？嗯。所以我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啊，为了要我们保护自己呢。保护自己是怎么弄呢？自己不要懊恼，勿然哦。到场的时候不要勿然哦就对了啊。我那么干净的一个人，你看每天笑嘻嘻的，嗯，除了看到你们的时候。所以要小心啊，嗯，不要给我懊恼，因为互相会传染，懂吗？哎呀，万一你们，比方说你们这个礼拜来很懊恼啊，脸就像麻一样，哎，不是，脸拉很长啊，像那个长香一样，有没有？香肠一样，然后你们就来这边就传染给我。好吧 ，OK， 我是很愿意接受了。不过你们传染好以后，你们就病好了哈，就下个礼拜来，我病还没有好。你们去看我的时候，我就再传给你们。那我们就这样传来传去，那到什么时候呢？听懂了没有啊？所以你们在那个大门口的时候，顺便过滤一下哈，看哪一个人脸拉比较长一点。每一个人要带来一个量了那个。啊，量尺啊，量尺，哎，那个量大概20公分左右就不行了。那15公分以内还可以，17公分还可以了，到20公分左右就把它丢出去了。不要给师傅当坏人，知道吗？听师傅讲，我是把它弄一下，这样从上面下面压下来，像三明治这样啪，这样子也许就短了一点。然后用两个那个牙尖啊，把它拉上去。如果拉不上来的话，就踢出去。这样子，不然的话，大家都一起懊恼啊，那不好了。哎，特别共修的时候，哎 ，OK， 我们心情有时候不好，没有错了。不过不要带到道场那边去。偶尔人家才来共修一次，那人家带着很大的希望、欢喜心，很大的那种期待，那来那边就想洗干净自己业障，多补充一些元气，然后整个礼拜回来才能够跟那个
万物奋斗。那、啊、那你来那边了、啊，要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那个什么啊，嗯，对了，宝贝的那个时刻啊，那浪费那个空间，啊，还虐待别人的精神，还浪费大家的精神，还有啊怎样，嗯，中断人家的修行的过程，啊。你看业障多重深重，嗯，好了，知道了哈。为什么我们要快乐啊？要清楚，要干净啊？为了第一要保护自己，第二保护别人。因为你今天传给他，隔天他再传给你，就这样子，然后我们那个团体没办法洗清了。所以以后哈啊，到道场的时候，不管是怎么样，把它丢在外面。热色桶旁边都有很多热色丢在那里，如果很喜欢等一下还可以再来拿回去嘛、哎、没人要你那种热色啊，有没有人那么笨，嗯，虐待狂才要。所以以后一进来看左右，看哪一个人脸比较长，把他打一下上去，懂了没有？不然叫他去美容院外科把它剪掉，剪上面下面都好，反正给它弄短一点就好了、嗯、然后嘴巴如果拉下来的时候你就帮它拉上去、嗯、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允许的，都合法的，不要拉太过分了，它会反应，大家一起犯戒不好。那、嗯、提醒哈，大家互相提醒说我们应该快乐，哎，我们决定要快乐就对了。那个时候说我决定来那边是要快乐的，每一次到那个道场门口是决定了，然后自己笑起来、啊、不是叫很大声啊，会那个污染隔壁的气啊，就笑眯眯而已，懂不懂？眯眯默默的这样子很漂亮，像我那个样子。牙齿露出来没关系，不要出声音就好，然后自己叫自己笑出来啊，不然的话进去那个浴室里面看镜子啊，笑笑得很甜很漂亮很快乐了才出来，不然站在里面一直练习笑，笑到时候笑到什么隔壁说可以了 OK 了，两个一起进去嘛，互相检查，听懂吗？不然可以戴那个梁子看看笑几公分才好、啊、这个我也不能说一个标准，因为每个人嘴巴不一样是自己有自己的标准就好了 OK， 就这样的，每一次这样，每一次我们懊恼的时候提醒自己这样的，或是互相提醒是最好。当然我们每天这样多好，不过有所忘记啊，所以叫道场，我们先从道场开始嘛、啊、一进门马上就笑了、啊，回去叫他们那个联络人员，每个道场都画一个那个笑的弥勒佛放在那里。所以你看每个寺庙都有弥勒佛，就这样的，因为要提醒大家笑的。不过久了他们就忘记了，他们都看弥勒佛就哭了，就掰下来讲他们的问题啊，然后弥勒佛也笑不出来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弥勒佛肚子越来越大，因为他要容量众生的那个烦恼啊，嗯。OK， 那我们不要变大家成弥勒佛哈，嗯，每次到场就全部热色丢出去，然后笑一下啊。有时候我们勉强自己笑，不过也有用，因为我们细胞它都是很笨的，它都听那个信号而已。它看啊，它现在那个细胞，这那个嘴巴细胞都翘起来嘛，都笑的，然后它就全部身体的细胞认为啊。这个要笑的时候，那大家在里面也一起笑。如果你们真的有那个什么放大镜，你就看到每个细胞都笑嘻嘻的，哎，那个时候就我们自然啊，精神会好起来，然后那个心情会好，试看看 ，OK。再见，下个礼拜见。如果下个礼拜还笑得出来的话。OK， 大家保重啊！谢谢保重。ta lặng yên nghe kế bao chuyện nghiệp
từng lời ca như mật rót vào tim buồn lâng lâng theo cung bậc êm đềm trong rung cảm ta ngỡ ngàng chiêm ngưỡng.